我用 3D 打印机做了很多小盒子，而我现在正在打印的这个盒子是我见过最有趣的。我会将图纸放在评论区，它马上就打印完成了，我们看一下效果。噔噔噔噔，我们打印完成了。我们取下这个磁吸面板，使用 PEI 磁吸面板呢就比较好取模，这样一捏一弹，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就掉下来了。好，全部都掉了，这个板子还很烫啊。这个盒子啊，全部的物品就是这些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印精度，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是一个机关的盒子啊，还有一个巧妙的机关。为了更好的配色啊，我又做了一套。好，现在我们有两种这个盒子了，我们来把它组装一下。装入机关，装入这个齿轮，另外一头啊，我们加上这个盖子。哦，随后我们再来放上这个机关，给它卡在这里。当机关装好以后，我们也可以用胶水啊来进行固定。这时候我们这个盒子就做好了，我们把它盖起来。哎，这样我们的盒子啊摆在家里也挺好看的。平时使用啊是打不开的，只有滑动这个地方，当机关弹出的时候才能打开它，是不是很有创意呢？这也是我见过最有趣的一个盒子，用它装一些小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已经放在评论区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